本超人气的芝士塔 Pablo 终于登陆澳门啦！海哥当然唔执输，即刻佢买嚟食啦！今次就试咗佢嘅原味迷你芝士塔同埋抹茶芝士塔，我唔客气啦！淡淡嘅芝士香加埋入口蒸溶嘅感觉，滑到好似食紧豆腐花咁啊！抹茶塔嘅抹茶味好浓，都值得一试啊！迷你塔唔够厚，仲有个大嘅俾你拣。而我自己觉得最特别就系原味芝士沙冰啦，因为里面用嘅系同芝士塔嘅料一样，酸酸甜甜嘅感觉加埋一齐好 fresh 啦！咁热嘅天气饮完真系劲消暑啊！中意我哋 D 片嘅朋友记得 follow 女人我最大同埋我海哥嘅 Facebook 同 IG 啦！